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乱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？来给阿姨看看，这个是所谓的亲爱的爸爸穿的袜子，把你的小拇指还露在外面。疼不疼？你这个呵呵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你别笑。睡了。哎呀！过元宵节我们吃冰激凌啊，你一口，然后爸爸一口，行不行？你先听爹来一点，好，把爸爸一口。嗯，太大了。嗯，爸爸这口太大了。嗯，太大了。爸爸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有个假爹，给我来个 AS7 来，来兄弟来，来兄弟，妈来了，妈来了，哎呦呦，哈哈哈哈，一次看一次。爸爸就是故意的。打吧，打吧，一点都不痛啊！你都没吃饭，没不痛。是这么打，爸爸教你怎么打的。对，对，哎，对了，对，爸爸教你这么打的，对不？对对对。哎哎，对，对，左右开弓，左右，对，一二。